新高站，欢迎收看今日高贵车站。大家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祖。先开始，咱来关心将台北市长郭文德牵涉建华城备案已经红烧啊。耶鲁苏的长表示，郭文德无要提出控告，理由是伊无要让法院为难，嘛希望检察官利用这两个月羁押时间，甲代志调查清楚。透早看守所几位律师了后，郭文德规定律师团面对提问无正面回应。随后律师团发联合声明，指出郭文德不向法官表示无愿意让法院为难，然后羁押被控告，希望检察官在两个月羁押期内尽调查义务，会尽力配合调查。继律师了后，郭文德维持原本想法，所以尊重当事人意愿，未去控告。对于他所接下来所面临到的状况，柯文哲主席其实了然于胸。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赖清德政府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主席身体还好吗？北京当局随后动作，头一摆提醒港安被告维京集团主席沈庆京，看伊一直坐伫轮椅顶，伫法警协助之下进入拘留室，佮传出侦办团队有金流高手之称的检察官陈炳金加入，伊力撑全案金流，也毋过郭文铁过后，陈伯基伫民众党全国宣讲上强调，警方上按郭文铁毋再进行，佮市长加奖是由专案经理人，也都是政府市长潘金星替伊代。他指派的专案经理人同意的，那帮他盖的市长的假章。请问他犯了什么图利罪？我不平，我一定要帮他一起讨回这个公道。好像把柯文哲的责任撇得一干二净，但请陈佩琪不要忘记了，你老公是当了两届台北市长的人，他盖过的章必须要负起完全的政治责任。郭文铁机啊啊生出。案话案，有网友对错不判，所以伫 PTT 下要台法官甲检察官等恐吓的字。警方协报了后，两点钟内找出留言者是住伫新北市新庄的48岁姓杨查甫人，讲是即时手机所写的。讯号一，违反恐吓罪嫌，移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有媒体报道，警方查扣郭文铁随身碟中记事本，标注因我控控心庆经典文字引起外界质疑，违反警察不公开，北京查扣也主动分他之案，调查甲有相关人员涉及不法。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顶一日下晡花莲落大雨，造成公路、铁路拢断去。经过抢修，伫昨昏已经恢复，东部干线恢复通车，苏花公路以前管制开放。也毋过即阵雨，嘛予万影响的青冲溪溪水串流。当当时有8架车，21个人伫遐耍，其中有一架吉普啊，吉普啊车要过溪时刷冰车，车顶的爸爸含两岁囡仔拢予大水冲去，遗体伫昨昏拢已经找到啊。其他的19个人是已经顺利获救出来。搜救人员出动50人，沿河道往出海口来找人。接到民众报案，讲有一台吉普车在渡过时阵冰车，车顶一对爸仔下落不明。下午下大雨，要看天有暗，其实是下午天快暗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了，因为它会溪水暴涨。家属伫面试发文讲，失去联络一对爸仔仔，七八下晡5点伫花莲的青冲溪冰车，两个人拢互溪水冲走。31岁姓林的老爸遗体伫迄暗10点找到，搜救队是继续搜查，也伫找到暂时10点外发现两岁囡仔已经明显死亡。家属接到消息了后，悲伤大哭。水闸门那边疑似有那个声音，所以我们救援人员马上前来吼，将孩童就是拉起，发现的位置吼，离他父亲的。定位点大约300公尺左右。经查哈，本案哈，未申请入山许可啊，经劝阻以后一样未撤离，然后发生一些事故的话，我们就会依相关的法令来采访。赶到店的有另外7台车，19人也调伫山坡，经过东基海来协助，已经全部拢救起来。不过警方调查，事故地点是伫花莲万荣乡的辅导会矿区产业道路，必须申请才好到入山。尽管环境检判，这民众只是落去溪仔内底耍水，不过耍水的范围已经伫管制区内底，目前并无接到相关的申请，拄着熊熊来的大雨，造成不幸的事故。另外，苏花公路往北从德到回德崩坑，拢有路桥崩山情形。七八五后大雨，唔那造成溪水涨起来，铁公路运输也中断。经过透明抢修，苏花公路管制开放，单线双向通行。代替也伫车到早时6点恢复东部干线通车。2成的手续费合理吗？就我们是希望说赶快回到台北，因为也有工作上的需求，对，所以就没关系。
现在过不去怎么办？我都等啊，等时间啊，还好。那像苏花公路每次遇大雨就瘫啊，你们会不会觉得很麻烦？天灾啊，对啊，就是这样，麻烦啊。公路局准备变七十下晡五点开放双向加暗时通行，然后坐火车旅客买南回车票，再过转搬高铁。不过进入抢通了后，想要改坐北回线上北，双收两成的手续费。对这退票问题，代替欢迎讲会阁建议来对民众上公平的方式。记者宋合报道。所以我们同时来关心天气，今天我们是受低气压的影响，水气有较高，就像北部、东北部早起已经开始在落地渐准好。我们来看云图，今天我们台湾附近是有低气压，所以水气有较高，北部、东北部落雨的机会也较高，而且不时可能都有地渐准好，也有可能会上大雨会较粗。如果中南部各地头的山区是今天过头了后会落局部地渐雷准好，其他的所在含金门，今仔日是晴云到好天的天气。今仔日各地头的高温普遍拢有32度至34度左右，伫一寡所在高温有可能达到35度至36度。那无落雨的时，咪感觉较湿较热。一来未来这礼拜，咱是受低气压影响，咱台湾各地头天气拢真无稳定。加上伫即阵太平洋海面上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虽然讲叫做风台的机会无悬，也毋过伊伫拜五、拜六挖进咱台湾的时，咱台湾咪落大雨。气象署表示，未来一礼拜受到低气压的影响，台湾各地天气拢真无稳定，提醒民众过道了后要注意西北雨，也是短时间闪大雨的状况。每一天下午可能都会有一些短延时强降雨的发生，到了礼拜三，低压会逐渐的远离，以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成为主。礼拜四、礼拜五，东边的水汽会再度的移入。今仔未来是不是够风台形成？气象署表示，目前太平洋的海面上有一个低气压，预估拜五、拜六会上接近台湾，到时阵会为台湾带来大量的雨势。不过要形成风台的几率是无大。我们目前还是认为它要发展的几率是比较低的，不过我们还是不排除，所以未来这一个低压系统，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天气在周末。周末的时候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天气，可能会稍微再转差一些些。气象署提醒，中南部地区过道了后可能会出现短时间的闪大雨、强降雨的状况，提醒中南部的民众要注意水沟啊敢有通排水的状况，也要留意海边啊有大浪发生，提醒民众唔通挖近海边啊，避免危险发生。记者戴阿双、谢桂林台北报道。一那今年亚洲上强的风台摩羯，是扫过中国的海南岛，也搁有去到菲律宾，即马继续往西行去影响越南，伫越南造成严重的灾情。风台扫过下龙湾、海丰市、河内市，当地唔那失电，通信嘛拢断去，而且四界拢在淹水。目前已经知影上无有59个人死亡，200多人受伤。狂风大雨侵袭了后，停伫岸边的船只弄作一堆，有的已经是半沉的状态。船头家赶来抢救要当用的器材，路边的厝也被风吹甲规个壁倒去，跌到停伫内底机车顶。今年亚洲上强烈的风台摩羯，伫中国海南岛甲菲律宾侵袭了后，往西直接为越南去，受影响的下龙湾灾害惨重。感染了một đợt bão to nhất từ trước đến nay khi đến Hạ Long。Nhà hàng thì phải chịu thiệt hại như là dụng hết các biển tên nhà hàng。目击深圳北国地区位于下龙湾到海丰市、河内市，经过15点钟的狂风大雨，老家乡沙巴市发生沙崩，土石流带掉4间厝，造成至少6个人死亡。越南海丰大商会表示，当地停电，各失去通信，市区真侪所在路树起倒，也是连金拢办起来，有一挂所在积水拢压不退。khu vực xung quanh này thì em nghĩ là nó tổn thất của người dân quá nặng nề, bay tất cả mái nước bay hết trầm trần sập hết.Mà nếu mà khắc phục được cũng phải tầm 3-4 năm. Bởi vì là nó thiệt hại quá lớn. Anh nhìn lên đường xá trông như ngày tận thế vậy.摩羯是越南最近30年来所遇到的上强风台，当地死亡人数继续上悬，也有超过200人受伤。随着风台向西扫荡，虽然已经减弱走，热带性低气压，也不过当地依然面临大水加水崩山的风险。公司新闻台会认朋友。
和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代替的火车票已经29年拢无起价，代替拍算伫9月份的时要提出新的票价方案，送去交通部审议。伫今仔日会先伫因的董事会讨论。根据了解，代替是有提出合理报酬率3%、4%、5%3种方案，因啦可能会通过，较建议是用3%的这个方案。那是安尼，车票平均起伏是3.5%。来看联合报，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到去年底，全国登照的人口大约是86万人，照顾者是超过130万人。国卫院上新的研究，讲照顾失能失智的时段，主要的照顾者的重担是以后生排第一，占28%。另外一半是查某囝，另外一半和查某囝是分别占25%，也那新妇是占比例是9%。来看《自由时报》，金门县的国民党籍议长洪文典防止控公器私用，包括要求议会员工去因家打扫，搁滥用机关用地去招台所。议员是发起罢免，第三方罢免的投票，也毋过只有6个议员签到，无法度达到法定的人数，罢免无成立。按照规定，伊伫即届任期内底，拢未使搁对伊提出罢免。来关心这个案，金门县的议长洪文典防止控讲，要求议会员工去因家摒出来，搁甲公有地起来去招台所，昨昏罢免投票，只有8个议员交归，只有6个人签名，人数不够，所以这个罢免案无成立。金门县议员陆续加一笔技术厅签名。金门县议会七号早起9点半，针对国民党籍议长洪文典进行罢免投票，照规定，要议员总额超过半数出席，甲出席总人数1/3同意罢免才能过关。不过最后19席议员就8人出席，6人完成签到，技术性流会罢免案未成立。签名簿上只有6位，所以因为未达那个我们法定的开会人数的实习，所以我们就先不留会。回顾洪文典争议事件，今年6月，伊被指控要求议会员工到违建的个人招待所摒扫，影片伫网络流传。不过，关议员蔡水秀就主客质询这案件时阵，却发生议会直播的画面登去，涉嫌要求议会员工开公务车接送洪太太，涉嫌威胁禁止开除员工，被控违法技术中立，甲洪太太涉嫌干涉会部运作等等。好像他们都已经弄好了，我不知道，我没有被瞧，所以我签名。这是罢免案，我是事出有因的啊，尊重每个议员的选择，只有是非，没有对错。包含欧阳吉雄、周祖健、蔡水秀、吴培文、洪兴发、柯玉娇等6个议员完成签到，柯大宏超时签名，董新宝仍旧无签名。照地方制度法，第二届议长任期内免阁对洪文典提罢免，因公是洪文典度过罢免的危机。两方应该找个时间，或许坐下来沟通协调一下，就是说以后议事要怎么运作会比较顺畅。洪文典是金门史上唯一的联办议长，也是台湾地方制度法实施以来第一位被发起罢免成案的议长。不过，洪文典自从2019年倒办行贿，要伫个基隆河公园去升级成大楼的政绩，何政议员陈崇刚发起罢免洪文典议员身份的连署，后来因为议会三读这个预算，才撤回这个罢免案。记者综合报道。农田水利署中华管理处洪伯公今年6月份的时，因为举办水利小组的联席会议，有办80桌请人客。我家是自己讲是咧白条啊卡，经费的核销冇引起质疑，也唔过管理处是对我强调讲，一切做法拢是合法的。正人伫餐厅内底咧食到达到的坐甲甜，这是农水署中华管理处伫今年6月举办庆祝水利节甲小组长联席会议。也毋过有人说亚康讲，迄当阵来真侪地方的大角色，也阁有正常名流，那亲像是咧过条啊卡。迄当阵参与的人是出面画完网。农田水利管理处甲咱乡镇来讲嘛，做密切，因为咱一挂农路排水沟吼，啊吸水沟这嘛，真正是爱拜托水利部门甲咱协助来处理。这是一个例行的这个活动吼，利用这机会做一个表扬这个水利有关人员。我想迄个部门应该是属于真正常的一个公务活动。
亚康的人指出，迄天来15台游览车，载小组长甲干部来到遮食桌，所经的餐厅嘛无介绍。迄天一桌8000元，开80台，餐费得爱64万，佮加上游览车甲舞台的布置，经费差不多爱83万。这笔钱照规定需要编预算，照科目来执行，也毋过实际上算是用小组长的经费，无符合规定。龙水署中华管理处也提出记录报告，强调迄天拢有照程序开会。那我们前面有将近2小时的部分是在进行所谓的业务宣导跟小组联席会议，这个才是这个活动最大的一个主轴哈，并不是参与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用吃吃喝喝来说我们同仁这样，其实我觉得是不公平的。农水署中华管理处表示，迄天经费所用的科目拢是分别照预算的科目来付，场地嘛有经过合法的招标，也那农业部是透过声明表示，针对经费是安怎开会进行了解，确认敢有符合相关的规定。记者综合报道。在台北市的中山区有一间由国防部委托民间去经营非盈利的幼稚园，在去年是北出有两个教保员涉嫌苦读囡仔、虐待囡仔。警方去调查，发现上无有4个囡仔受害，昨昏甲两个教保员提起公诉。也来台北市的教育局调查了后，嘛发现讲，另外还有两个教保员嘛涉嫌不当管教。在幼稚园馆大一挂上课进行，前总统蔡英文妈妈亲身访视。这间幼儿园在台北市中山，由国防部委托民间经营。去年惹出儿童虐待事件，经过警方侦查了后，查到一只妨害幼童发育等罪嫌，起诉两个教保员。审讯正讯被告涉嫌讹虐案件，于今日侦查终结，依涉犯刑法妨害幼童发育及强制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警方调查，两个教保员带幼幼班，因为细汉囡仔食饭啉水慢，也是一直考这原因，那强制囡仔啉水、耳甲刺，搁用胶带粘囡仔的嘴、手、脚，搁无缘无故甲针甲铲拍头，行为已经超过合法的管教范围。批评教保员无顾囡仔的身心发展，对4个敢若2岁外的囡仔有身体甲精神的虐待，让囡仔因为安尼出现创伤后压力症候群、适应障碍症这病症。针对园所的相关人员有没有知悉未通报的部分，我们也另案起了一个调查小组去做调查，那也依法裁罚当时的园长6万元罚款，还有其他知悉未报3名教职员各3万元罚款。除了两个教保员各予人罚60万，终身未使教人以外，台北教育局搁展开调查，发现园方其他同仁有知情况无报的情形，甚至搁来追查，搁查出另外两个教保员嘛牵涉到不当管教个体罚。依照政府的轻重，罚2年未使阁教人，也是受相关的课程辅导。因为其实一对多的一个照顾，老师在辅导的行为上面是必须要有技巧的。因此我们在近期的这些儿虐案件来看到呢，其实老师都挺缺乏这个所谓的正向辅导跟管教的一个经验。为防止这种的事件，监管基金会建议老师的培养要强化教保员正向辅导管教能力，园长这些管理阶层监督管理也要加强，不应该温麻无补，现在代志变严重。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德国政府在昨昏对外宣布讲，对后礼拜一9月16日开始，伊要实施更加严格全国边境的管制，上无要管制半年。主要是因为8月底时发生移民攻击，造成3人死亡这个事件，和当地政府烦恼移民安全的问题。那即马德国的厝边奥地利嘛对外宣布，因未接受伫德国的边境防拒绝的移民。德国将会自9月16日开始实施新的国家严格边境管制措施，包括已经伫咧部分边境设置的检查会扩大，国家具体采取行动加强国内安全。Und bereits notifiziert bei der EU. Das dient der weiteren Begrenzung der irregulären Migration und das dient dem Schutz vor den akuten Gefahren durch den islamistischen Terror und durch schwere Kriminalität. Es sieht Messerverbote.Ausweitung von Waffenverbotszonen, Gesichtserkennung von Straftätern, Taser-Einsatz der Bundespolizei und verdachtsunabhängige Kontrollen der Bundespolizei vor. Die Regierung hat bereits von der Außen- und Außenministerin in Frankreich, Luxemburg, Holland, Belgien und der Dänemark die Grenze geöffnet, um die Grenze zu schützen. In dieser Zeit sind die Grenze mit Polen, Tschechien, Österreich und der Schweiz die Grenze geöffnet. Die Regierung hat bereits die Grenze geöffnet. Die Regierung hat bereits die Grenze geöffnet. Die Regierung hat bereits die Grenze geöffnet.
dann soll das mir recht sein und ich bin nicht überrascht davon und ich habe aber auch klar gesagt, diesen Pflock habe ich auch eingeschlagen, dass wir hier niemanden zurücknehmen, der illegal zurückgewiesen wird. Das ist hier ganz klar von meiner Seite. Hier gibt es null Spielraum aus österreichischer Seite. Die国家与附近边界国家边境有3700公里，新的边境管制措施可能会牵动正大，将会是对后面新军区团结的大考验。自从去年十月到即马，德国已经拒绝超过30,000人入境。这几年来，德国的非法移民人数增加真多，要求真多是为着要闪避中东的战火，也有散车的民众。中国的在西部城市索林根也多攻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嫌犯就是非法入境的叙利亚人。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继续关心美国总统大选10月份要举行，共和党的川普和民主党的贺锦丽第一场的辩论9月30日举行。根据《纽约时报》即马上新的民调，川普目前是赢贺锦丽1%，会当讲是两个人分不出关系。在宾州准备辩论会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贺锦丽七月甲先生出外行进时阵，去拄到记者询问 ：“Are you ready, Madam Vice President?”何锦丽比大武讲真有信心。七十日，宾州费城全国宪法中心上场的美国总统辩论会，何锦丽要跟共和党参选人川普头一届辩论。川普初次在无确定州之一的威斯康星州主持时阵，对辩论表现出绝对的自信。在笑完拜登了后，佫批评何锦丽对选举佮治国拢无经验。She will be the worst president. He is the worst president in history. She will be worse than him.She will be worse than him, and Trump is never wrong. I am never ever wrong. 纽约时报甲谢纳学院伫七月发布的民调显示，川普领先何锦丽1%，28%的民众对何锦丽较无熟悉。专家分析，这项数字透露出何锦丽伫任命了后蜜月期已经结束，也显示选民对欠缺竞选经验的何锦丽是保持观察的态度。为民调买单，看出川普的支持度一直拢真稳定。所以主要是爱看两人安怎伫90分钟的辩论会中扩大互相的影响力。I think the stakes are both for great. They're great for both candidates. Maybe a little higher for Harris in that she's not as defined, and she's had such a good rollout from July through picking the vice presidential candidate, the convention speech. She's won a lot of the news cycles.And so, you know, people are expecting a lot. 辩论会是伫宾州占全国人口上最关键影响的州。较早两届选举结果嘛显示，摕到宾州就等于是摕到北京门票。宾州的选情渐况激烈，两党票数拢差几多万票来底。专家嘛分析，辩论会是川普改变选民普遍印象的最后机会，嘛是何锦丽伫拜登甲川普辩论会后，为民主党增加票数的关键机会。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七月份的时，委内瑞拉举办总统大选，严格一个结果，反对派的总统候选人贡萨雷兹是无胜选，嘛因为安尼，伊去和因的政府通缉，即马有风声讲，伊已经走去西班牙接受西班牙政府的政治庇护。反对派总统候选人贡萨雷兹查某囝卡罗莱娜七月被人看到为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郊区任瑞荣爱多兹空军基地赛车离开，最后用一顶支持者的手，这顶支持者认为现任总统马杜罗是独裁者。西班牙外交部了后发声明，证实贡萨雷兹和太太在进前到登高基地。Quería informarles que hoy en horas de la mañana llegué a Madrid.Mi salida de Caracas estuvo rodeada de episodios de presiones, coacciones y amenazas de no permitir mi salida.75岁贡萨雷兹七月总统大选挑战马杜罗，对选举结果提出意见，讲家己才是合法的赢人。为国兼反对发通缉，已经在国内被1个月，伊阁向西班牙寻求政治庇护核准。委内瑞拉检察总长萨博表示，为恢复政治和平，贡萨雷兹自愿去西班牙驻卡拉卡斯大使馆寻求庇护。按过西班牙外交部表示，不过委内瑞拉政府就安尼接触，会提供贡萨雷兹的庇护是。因为马德里当局得到所有委内瑞拉人的政治权利。Los gobiernos de España y Venezuela acordaron, ese significó su despedida, ¿no? En la pista del aeropuerto de Maiquetía, aquí en Caracas. Y lágrimas, espectadores inocentes. Que tuvo una actriz secundaria que hizo el papel de villana.
共产党是接替政府任期的反对派领袖马查多上任。马查多不向93%得票率赢初选，不过昨天发现以贪腐罪名禁止担任公职15年。这摆大选反对派表示有证据显示共产党赢67%的选票，不过委内瑞拉选举机关表示系统遭网络攻击，无法度提供大选结果详细数字。观察家表示无证据显示发生过同款的攻击。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今天国际上还有什么大事跟乡亲们做回来看世界。上礼拜绿色阿对乌克兰发射超过800粒炸弹、60粒飞弹，还有发动300台无人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相关国罗马尼亚和拉脱维亚现在都通报说，绿色阿攻击型的无人机都有入侵他们国家的领空。他们两个国家是呼吁北约的相关国要团结来回应这款威胁。继续关心中国公安部的部长说，中国的警方在去年因为去培训2700的外国警察，也打算未来一年来因要再培训大约3000的外国警察。有分析是指出说，中国是想要在全球的安全领域来扩大他们的影响力。来看以色列是不说会针对和伊朗黎巴嫩武装团体真主党有关系的叙利亚军事目标要进行攻击。以色列前几天就真正针对叙利亚发动空袭。叙利亚的官方媒体是表示，这场空袭是造成14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第79届联合国大会的今天要准备要在美国纽约举行，有民间团体就表示，中国针对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解读错误，因主张中国有台湾的主权是唔对的。今年会是写公开批予联合国的秘书长，来要求针对2758号决议举办听证会，嘛呼吁国际社会爱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UN for Taiwan。第79届联合国大会七十八日，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开机。民间团体台湾联合国协进会，逐年拢会组成 UN 选择团，诉求台湾加入联合国。今年协进会写批予联合国秘书长，要求召开针对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的讨论听证会。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到美国啊，传播2758法案这个 resolution 和台湾无关的。台湾应该要加入联合国，这是主要的目的。协进会表示，中国长期错误解读2708号决议，主张中国有台湾的主权。但是协进会讲，2708号决议并无讲到台湾，也无决定台湾的定位。印度咧要求联合国召开听证会，也希望台湾各部会要有行动。联合国正式开会的时候，我们的外交部呢能够正式的由外交部的部长韩明写信给所有的联合国的成员跟他们的观察员，表达我们台湾人民支持用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朝野的共同声明说，台湾人民，我们代表台湾最高的民意立法院，希望台湾人民能够加入联合国。 UN 选择团拜时就会出发前往美国，除了会针对2708号决议召开记者会、举办游行，也会参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佮其他国际关系学者共同参加论坛讨论，提悬台湾伫国际社会佮联合国的连结度。记者讲，曾俊由台北报道。在地上大条，接下来高雄落地的小天才家园是收容特殊囡仔的社福机关。顶礼拜是风声讲有民众收到因寄出来的月饼的礼盒、中秋礼盒，也过因是对外表示因并无寄礼盒，所以嘛呼吁民众有收到的人要赶紧报警察。对不起，您所拨的电话号码是空号。卡包裹顶关留的手机号码是伊唔信箱，莫名寄来包裹，互收件民众真意外。顶礼拜开始，高雄陆续民众收到啥社福机构小天才家园的地址的包裹，不过人名、电话拢甲机构无关系。不确定他是不是就是随便写一个地址，然后刚好写到我们的，对，所以我们就是只能就是告诉所有的民众说，那个我们没有寄包裹，我们也没有卖包裹，也没有卖月饼，所以就是请大家不要上当，就是不要去做任何可能
损失财物的一些行为。小林所两个民众在问，也有网友分享同款的经验，专门收养失依遇到变故的婴幼儿小天才家园表示，机构虽然有款步，但不是庇护工厂，无寄任何月饼的阿爸，收到报告的民众也不是机构的捐款人。过往依未接获四类案件，有关动机将进一步侦处查明。当你接到可疑的电话或是收到可疑的包裹，请勿进行任何动作，并立即拨打165诈骗专修专线寻求协助。机构不会地址去人偷用器，提醒民众提高警觉。警方是开始查明寄件这个人伊的目的，因为包裹干阿的阿爸甲英文字条啊，无任何网络的连接，国家寄予民众爱家己负担运费，互人不了解是啥原因。最近因为诈骗真侪，警方提醒民众接到酷热电话包裹，唔通进行任何动作，直接卡诈骗专线寻求协助。若是有回购付钱的商品，嘛爱详细确认，唔通随便提供各组和身份人也是不明的连结。记者综合报道。伊拉中秋节要到啊，台北市卫生局有公布中秋的食品抽检的结果，有七件的产品无合格，内底嘛包括一寡正出名的饼店，卫生局会依法去处罚。即间伫台北市北投连锁的饭店，米格烘焙坊北投的店面，去卫生局稽查发现讲，因店内底卖月饼、好奇蚵仔鸭。去用严重违规掺防腐剂，几日牺牲，已经要求爱水落去，袂当阁买。我们的芋头馅也是跟厂商进货，那这部分我们有跟厂商求证，那我们现在呢也送去检验，然后目前的芋头馅是全数下架。如果长期过量使用的话呢，就会损害到我们的肝肾的一个功能，那也可能会让食欲变差，影响健康。即马中秋特别高啊，市面上的月饼是百百款，不过月饼是高油脂、高热量、甲高糖分的食品。千万都唔通食了过多。营养师提醒，那一只粒50公克的内脏素来讲，都有240大卡的热量，等于是半碗饭加三汤匙的油。尤其是糖尿病患者，月饼一天上济，干来当食一粒，而且袂当当作正顿来食。糖尿病病友呢，中秋节期间建议的月饼分量，希望一天不要超过一颗为主。那至于有很多种口味，你同时想要做选择怎么办？会建议你把它切小块，跟你的亲朋好友做一个分享。另外，卫生局嘛公布五件标示不合格的产品，包括无照规定，甲成分为上济到上少来标示，或者是无标示食品的过敏源、保存的日期等等。其中真出名的店是芋糖，甲惠祥银行来所等等，拢去用查到违规，会依法罚30,000至300,000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桃园、埔园、领航员、篮球明星周基雄，进前是拒绝酒测，被警方罚18,000，吊驾照嘛被扣车。伊昨昏发出声明对外回释的，也表示伊已经离开球队，终止合约。伊若坐公车，和伊在新北国王球星李正儒，起码是和伊的球队罚50,000。这台停在路边白色的轿车，告诉因为哪开车哪用手机啊，和警察抓到。有带身份证吗？有。OK， 你不可以边开车边使用手机啊。在讲话时阵，警方发现车内酒味正重，要做酒测，但是驾驶不愿意配合，和警察开一张18,000的罚单，吊照搁扣车。20年内如果违反第二次的话，要处36万；第三次的话，要再加18万。这位驾驶是33岁，伫咧 PLG 桃园桃园领航员的球星周义雄，坐伫隔壁的乘客是 TBBL 新北国王球星卢静茹。周兰拒绝接受酒精吐气浓度测试，后续警方依《道路交通处罚条例》予以制作拒绝酒测罚单，当场吊扣汽车牌照，并将汽车移至保管场。闹出这件代志了，周义雄催告案发声明道歉，讲家己做出上歹示范，已经自请离队。领航员也同意，自现主持开始终止合约。虽然这卖法律并无法规对拒绝酒测的公车乘客连坐处罚，但是卢静茹也道歉，讲伊无尽力义务督促他人，伊所属的国王球团也该处罚，罚伊50,000。记者综合报道。
其他消息来关心，财政部有公布税处的市场统计资料，六都的税处的租金中位数，新北市是已经12,600元，算是全台湾上悬。也毋过，总共那是以行政区来分，也是台北市的松山区上介贵，租金的中位数是15,500元。第二坎是新北市的芦洲、五股含石子，啊，够南口租金的中位数都已经到万元。新北市芦洲运动中心附近拢是新大楼，四口位除了幼儿园餐厅，也个便利商店，生活机能便利。当地租金行情一直起，以这个位置在一楼的29平客家物件为例，两房两厅贵租3万6。为外地住伫芦洲的叶先生，原本想要细处，最后决定直接买厝。原本是考虑租啦，可是后来因为这租金，其实对于新北来说，芦洲大概又涨了。从以前看有到15,000到现在25,000-30,000的都有。新北市很多地方房价都上涨，芦洲这边也是。对。内政部根据到今年3月31日有关有效的租金补贴租约资料进行统计分析，那以中位数来看，六都中以新北市12,600第一，超过台北市12,500。桃园一班是第三，基础医师是台中8,000，高雄7,500，台南市6,500。进一步以行政区分析，北市松山区中位数15,500上悬，新北市芦洲五股石子南口拢是15,000，并列第二。专家分析，新北市最近几年新建案子租金相对较悬，加上部分区域是新开发，需求都会更加大。新北有一些区域，因为整体的升级跟发展的关系，会带入了一些新的外地人口、新的公司聚集的区域。那自然而然的话，它在周边的需求带动之下，也会让这个租金的行情呈现一个相对比较强势的表现。部分它可能所得较高，或者是县市上它的因为受限于他们的那个一些限制，它可能没有来，就是没办法申请。可是这个就样本数来讲，它其实已经蛮足够的。对于外界质疑，统计是以租金补贴资料进行统计，无申请租金补贴的租金可能会更加悬。内政部表示，因为统计资料有47.8万笔，也包括全国大约80%下定市区，大家甲市场行情符合，希望会当让租金资讯更加透明。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花东旅游自由行补助方案，花莲县会当延长到11月，也那台东是干那个9月底。台东县的补助旅游补助有1,500,000，也不目前干那用40%尔，所以就在地业者鼓励台东人会当去带饭店来领补助，这是引起争议。也不过县政府表示，这个做法并无违反规定。交通部补助台东县旅游大宿每房1,000，也毋过台东县的观光业者感受到，也是比往年的业绩落低了一半。而且台东县的观光补助至到9月底为止，即马有两间饭店业者推出台东人也会当使用旅游补助的促销方案。拜个拜是两个人大宿，每人开免1,000，而且包括早饭，甚至有一间饭店连暗顿拢提供。有民众认为真有吸引力，也毋过也有民众认为毋是假日袂去。非常的划算，我们家人就是有呼朋唤友，就是订了好几间这样子。啊，小孩子就只有周末才有休假，你推到1到4，家长不可能放小孩子自己在家。有关有关业者，这种做法有损政府补助的好意，也不过管府表示业者的做法目前无违反规定。这叫做杀鸡取卵。那目前台东使用的额度大概到40%，那所以辖内的饭店业者也针对这样的状况。针对于还没有使用过补助方案的旅客们，推出了特惠的方案。补助是到9月底嘛，那目前不知道是否要继续再做延长。那我们的主要目的也是刺激大家多多出来消费。业者澄清，这项做法符合规范，希望让偏向台东民众免到外县市，都会当享受到都市大饭店的旅游服务。也不过，也是希望中央对台东的补助会当甲花莲同款延长到11月。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唔呐，电费真有起价，民生物价嘛拢有起价。即马就连机能检定考试的费用嘛要做调整。这是劳动部拍算要调整轿车修护等9个这类的考试费用。去
起头老师先听条，再个北林啊，兼甲苦上北落来。高级老师当咧训练学生考试行步，学校鼓励学生去考专业证照，帮助未来就业。不过伫咧大行企业大环境之下，即卖连技能鉴定的考试费嘛未减值，超过十几单无调整的鉴定费用。即阵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拍算要部分起价。从基础零下开始，换零配啊，搁有迄个零轻，然后传动系统啊，营运遐个物件拢是以后就会学着。啊，以后咱就是要考证照。大概偌济即个部分，你感觉会当接受？差不多超过300块就出小鬼啊。每一个人的家境拢无同款，我是觉得如果是起伤济话，安尼就无错。目前技能鉴定拢总有258个职类级别，这三冬来平均有10000人报考。劳法署要调整9个职类，其中车辆道装、土地施工配工、汽车修护甲车床，调整费用对50块到480块拢有，整体起8.8%。有学校认为考鉴定费用难免会调整，因建议当针对无共报名新群收无共费用，嘛通说奖励金来鼓励学生。当时有材料费，有当其他的费用爱交。啊，所以嘛是一点足大的负担，所以如果若讲，互因分开社会的人数甲学生诶缴费补助上面有一些区隔，这当然是最好的。应检的时候需要一些基本的材料，相关的费用都已经大幅调涨了。这几年其实物价变动的很大，经过检视，还有我们依照规费法的规定，我们做部分的调整。劳法署指出，即卖是预告期，相信明年一月才会实行调整费用，因此今年报名鉴定的考生并未受到影响。记者熊在南采访报道。即阵气候反常影响咱的生活。伫去年，拄成立国家环境研究院，昨昏就参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因签 MOU， 希望会当伫气候变迁的时代，透过灾害中心、防灾中心长期气候研究的数字，研究出对应气候变迁极端气候的方法，要来提悬咱台湾的韧性。枯水的时候，非常的枯水，产生的大旱；台风来的时候，大水啊，让我们淹水非常的头痛。极端气候地区这几年来，高寒、高温、各大水河做大水。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统计，台湾2020年超过35度的高温天气，就88天。民众愈来愈感受到气候变迁的威胁。找到国家环境研究院参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签合作备忘录，共同想办法面对气候变迁。极端气候变成了我们风越风、枯越枯的整个天气概况，所以啊，我们要好好啊进行这些应变调适的工作，将上游中央气象署所有的气象观测资料，把它转变为气象整个风险评估的冲击的推测。国家环境研究院是去年8月才正式成立的单位，其中一个任务是要整做气候变迁、环境治理等等议题的智库。灾防中心长期进行灾防进步，各款希望透过灾防中心过去收集的气候数据，研究出台湾社会通面对气候变迁的方式。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他们有很好的资料库，那他们有很多在风险评估，包括灾害防救上有很多的风险地图，那这个对我们的调适的未来调适工作的运用有非常大的帮忙。国家环境研究院表示，透过灾防中心的统计资料，各款预通做出未来气候变迁的模型，以及气候变迁可能造成啥款的灾害，两者规划政策甲面对的方法，也开发适应气候变迁的技术，强化国家面对气候变迁的韧性。记者郭文正最有台北报道。台风风上头，咱镜头来屏东，屏东茶山国小的南十字。南十字天文台在今年8月份的时是正式放入入去国际天文台，编号是 P38，嘛正做全世界头一个有国际天文台编号的小学。即嘛为着要推广天文教育，未来这个所在天文台，逐年拢会开放5个月。这个直径是4米。所以才会当拿走过来啊。学生正认真咧听李署长小解天文台的设备，等者因准备要观察今年土星距离地球上近的土星冲星象。这是青山国小南势里天文台宣布开放的头一届活动，为着要推出滨南地区天文教育，南势里天文台嘛申请加入国际天文台的成员，申请到咱的天文台编号 P38，这是国际唯一伫个学校国小内底。
天文台摕到编号，这是第一个，吼，所以咱咱属于天文台是招世界第一名啦，哈。啊，明年三月的时候它就消失，然后反而再慢慢露出来，啊，每15年会消失一次。屏东县天文协会理事长徐世弟入职超过30冬，今年8月份为小学校长退休了后，接到教育处的天文台驻村计划。徐世弟表示，开放天文台的活动，除了平衡屏东教育资源，也能把恆春半島這麼好的觀測條件分享給民眾。恆春半島我們這裡沒有霾害，沒有空氣污染，所以它的空氣天都是藍色的，所以在看的時候很清很明的。九月份除了土星槍，還有海王星槍、土星合月頂頂的天文現象，未來南勢地天文台固定在每星期五、拜六和星期五晚上開放，希望可以吸引更多民眾走入天文台。记者柯昭阳，屏东报道。中秋节要到啊，为着要让学生囡仔认识传统文化和节日，嘉义新港的月牌国小就和当地的协会，在中秋之前，让囡仔和社区的士大做伙学做月饼、白油啊，希望会当培养一个囡仔社会关怀观念。学生囡仔甲社区的长辈做伙比赛白油啊，有的囡仔卡手卡慢，社区的长辈哪敢哪斗三工。台湾华丽老化推展协会邀请各校的学生囡仔，北新港乡甲芦草乡的社区长辈提早来过中秋节，甲阿公阿妈一起用油啊，就好耍的，我来帮助我做伙。比如就讲会使，会使去关怀别人，帮助人民的一寡代志安尼。长辈对着老师的支持，一步一步来做往来收，办好了后才阁送予大家。台湾华丽老化推展协会透过社区的力量，配合学校的教育，老幼共融的活动，让每一个人都会当用家己的力量来让社区的长辈感觉温暖。有很大的帮助，而且他们会很有成就感，所以我们社区的长辈都很喜欢参加这种活动。大家这位来关心独居的长者，哎，当你的社区生活过程中啊，能够跟社区一起融合，那小朋友们。也一起来关心我们的长者啊，厝边隔壁内底有独居长者，我们都一定会关心。台湾华丽老化推展协会表示，接下来协同志工会在新港甲芦草两个乡镇，同时加强300多位独居弱势的长辈，希望在中秋节之前，结合社区来发挥关怀甲服务的力量。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今仔日是国民体育日，柔道的国手杨永威是伫大学进行野外训练，亲身和学生上演。今仔行政院昨嘛召开筹备体育部头一场的咨询小组的会议，包括李勇、曾志燕、林玉婷在选手拢是咨询委员。行政院长杨永威是希望立法院伫这个会期会当完成组织化的修法，政府希望变明年，让体育部会当正式运作。互相试探边道，把阿是基础教柔道男神杨永威轮流出现，代替大校园，亲自甲积极系柔道学生进行训练。其实杨永威也有代替大助理教授的身份。他的细节比较多，要多去学他的经验。我们希望说他在亚运的时候，可以跟上一次一样，可以拿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成绩。专注在这个选手的一个身份上面。那当然有空的话，还是希望他可以指导一些这些学弟学妹。有时候我们讲的。教学相长。老本店教练表示，游泳会真熟悉代替代环境，所以定来进行野外训练。目前游泳会已经开始备战2026的民国五亚运，将目标放伫卫冕金牌。伫9月7日国民体育日之日，行政院也召开筹备体育部的头一场咨询小组会议，包括李勇、曾志燕、林孝廷等体育选手拢出席咨询会员，阁由行政院长杜永泰一一颁发证书。全民运动，未来的国际竞技。以及未来的运动产业，必须是全新的体育及运动发展部里面很重要的精神。总在内对今天的咨询小组都非常非常的重视，我们也都希望能够在尽快的时间内来看到、来听到我们咨询小组对政府的提出的种种的建议。杜永泰指出，成立体育部是调查共识，相关的组织法，希望在立法院这个会期完成立法，并明年正式运作。希望47位主会议提供建议，都是在全新的体育部。记者综合报道。一拉转去美国这帮，就基对供求的日本球星。
大谷翔平，伊是讲出这一季第46支红不让，有足变伊个人过一季上好的纪录。伊唔有讲出46支红不让，佮有46届投走率的成绩，这嘛是美国大联盟有史以来的头一人。在这场投机加救火者的竞技中，大谷翔平第5局下半局带了攻出去，攻出一外野，一分全垒打。It's fair and gone。大谷当场小停下来，小看一下，卡林球飞过全垒打边，才真欢喜开始跑垒。46-46 for Shohei Ohtani。大谷这球唔难讲，出球数116.7英里，飞行距离450英尺，好成绩，也咧凭家己2021年伫天赛对手创下的。大谷讲出46支全垒打纪录，虽然第三局伫一垒进前，互投手牵制出局，挑战盗垒失败，也毋过讲出46支全垒打加46摆盗垒成功，已经创下大联盟纪录，而且离50个目标更加进一步。そうですね。まああんまり意識はしないようにはもちろんしてるので、それよりは自分の。いい感覚の打席を増やしたいなと思ってますし、まあ走塁ではいけるときにしっかり進塁できれば、それがまあ盗塁じゃなかったとしても、タッチアップだとしてもしっかりとその進塁する意識は持ちたいなと思ってます。大谷在比赛了后讲，家己只是专心比赛，希望替球队赢球。比赛讲出全力打了后，个人团队气势就有起来，最终夺旗以4-0打败救火者，赢得这场比赛，并且在系列战以2-1取得领先。全大联盟例行赛刚才剩大约12场的赛程，大谷是跳到创造更加多惊奇，球迷拢在等待。公视新闻在惠民朋友。来关心今天国地头的温度，在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高有33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高是3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高是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高是33度。外岛27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